网红 Kiana 自今年三月起就未曾更新过 IG， 就连脸书的粉丝专页也停更了一段时间，直到八月份才重新开始活跃发文分享动态，但 IG 却迟迟没有任何更新。而不少粉丝询问他是不是又忘记了账号密码，对此 Kiana 解释道，因先前的发言被平台判定违规，所以暂时被限制了发文权限，导致无法更新贴文。粉丝们听闻后都很好奇，到底是什么内容违规。他则透露，因为自己先前说过要让健身教练从人间登出，因此被认为涉及暴力恐吓，还附上爆笑的表情符号，对这种情况感到既无奈又好笑。此外 ，Kiana 今年鲜少更新社群，加上删除了一些旧贴文，一度被怀疑和男友分手。于是近日他晒出情侣闪照，表示自己只是想要低调一点，没想到却被大家误认为单身了，所以再次发文介绍男友，感情似乎很稳定呢。Bye.